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我们要去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部的梅菲尔德花园。距离堪培拉大约三小时的车程，面积达65公顷的梅菲尔德花园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花园。现在我们就要爬一个非常陡的坡，连街边的路牌都说 very steep climb。以前还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标记。从今年1月1号开始呢，梅菲尔德花园只在圣诞休息2天，然后就全年无休啦。There's a hotel in here.还小 cave 一样的感觉 ，left or right， 上去吧。这里还有石狮子。爸们，今天不能划船了。
No, be careful about snakes. Look, that's free range, Ma. Mona is, he is very excited. Mona, dinner. Tree house 吗？走，进去看。